Hello，今天是我在英国隔离的整整第60天，然后呢，这是我第一次上街。我今天要去打那个疫苗的最后一针，就是那个 HPV 的最后一针。我的天啊，60天了，这是我第一次上街，所以我现在特别激动，然后换了一个很好看的妆，虽然被遮起来了，但是眼睛是不是还是可以看出来？我感觉走在街上都不太会走路了，然后这个也很难打字，因为这个手套好大。我本来还想戴护目镜的，然后觉得 too much， 把照片可以放在这儿。然后我本来还想戴 N95， 可是呢，我那个 N95 我不会戴，长这样。天哪，我太激动了，我太激动了。好吧，我有点神经病现在。我的刘海起飞了。说实话，我现在出来了大概10分钟，我路上遇到的所有的本地人都没有戴口罩。哦，那附近那个大爷戴了，但是我看到了第一个戴口罩，其他就是都没有戴。看到他了吗？其他人就是完全没有戴口罩。我觉得他们可能是买不到。Iceland 也是开门的，而且里面好像没有完全的要求那个social distance。这里一般都是最繁华的一片，现在人相对来说还是挺少的。看看那是谁，这是谁，这是谁？我觉得太过分了，就没有戴，因为我觉得好像还好。你又不去室内，没关系。看这位带着潜水镜的，我他妈，我这热死！我2个月以来第一次见人，第一次出来见人。你哎，外面小哥不是人吗？就这样子，外面不是人吗？这是出到自己家外面见人。不容易，空无一人的市中心，大概就是现在完全开了的，就是，那个银行、超市，其他的那个有的连锁的，比如说肯德基，然后刚才我看到那个 Subway 是开着的，其他基本是关的。荒凉的市中心。我现在来到了这个 Travel Clinic to 去打我的 HPV。 它的门都是直接开着的，就避免了用手打开。
拍了，现在在我们的河边找了一个阴一点的地方坐一下，因为真的太热了，太久没有出来，然后就好热呀、啊，外面那个太阳超大，太阳一大就很热。在河边。Hello， 回家了啊，好累，我走到胯疼。今天好像走了有8000步，然后就是2个月没有走过路了的一个人，突然走这么多路，真的好累。我的天，我就这一侧，可能我穿的是那个马丁靴吧，走路可能走久了会有点腿好疼。好了，这期就这样，拜拜。Got nothing.